原标题：敌军常发现红军一弱点，屡试不爽。正高兴之际，两个团被全歼。1933年10月，四川军阀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，集结全省大小军阀组成六路围攻军，在宽大正面集中了110个团、20万兵力，妄图以步步为营的战法进攻川陕根据地，企图歼灭红四方面军。为此，红四方面军兵分东西两线，东线由总指挥徐向前指挥，主要对付刘湘指挥的两个军；西线由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，主要钳制敌田宋瑶等三个军。战斗打响后，刘湘的攻势十分猛烈，东线战况非常激烈。为了夺取东线的胜利，徐向前不断从西线调兵前去东线。一次，红九二师接到通知说，东线缴获了不少的武器，叫他们去取。红九三团派277团一个营400多人去，结果枪未取回，人也没有回来。原来因为红三十军伤亡太大，去的人全部补充到了红三十军。由于部队不断抽调去东线，西线的部队不得不采取一个办法，抽走一个团后，就把当地的游击队立即改编为正规军的这个团，抽调一个补充一个，再把新部队与老部队的番号进行对调，展开全文。这时洪学智在红九三师担任政治部主任，该师抽走红277团后，立即新成立了一个277团。但是新红277团官兵连枪都不能发够，战士们只有70%的枪，但是他们就这样参战，和敌军打起来了。几次交战之后，敌29军军长田宋瑶终于发现了红军一个秘密，在红军中，凡是红旗是新的，那就是新队伍，战斗力弱；红旗是旧的，那就是老部队，战斗力强大。新部队训练不足，武器不够，很容易打破。于是29军官兵专拣红军扛着新红旗的部队打，发现扛着旧红旗的红军避而不战，溜之跑也。几次吃亏后，洪学智很奇怪，敌人为何总能挑中自己的新部队打呢？于是派师侦察队进驻了一支新部队，在一次作战中，敌人又打上来了。师侦察队巧妙地从敌群中活捉过来一个敌指挥官，是一个敌连长。洪学智一审问，终于就弄明白了敌人的秘密。于是他下令把老部队的旗子换给新部队。几天后，田宋瑶又发现了扛着新红旗的红军部队，大喜过望，立即派2个团扑过来。起初红军还是一打即溃，弱不禁风，拼命逃跑。2个团的官兵毫无顾忌，奋力直追，不料一步一步进入一个大山谷中，全部掉进了红军的埋伏圈。随后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，敌2个团被红军全歼，包括团长在内，非死即当了俘虏，仅仅带队的师长带着1马夫逃出。田宋瑶获悉2个精锐团被全歼，哭天喊地，大骂师长，你真是个大蠢蛋，连刚穿着红军装的游击队都打不赢，还当什么师长。师长好不容易逃出命来，挨骂后有苦说不出来。又经过几战之后，洪学智等人下令红军部队不论新旧，全部换上清一色的新红旗。这样田宋瑶完全分不清哪是红军的新老部队了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